加热冒出阵阵香气，年货展要吸引消费者上门，店家一早就备好熟食，更祭出促销。湖南风味腊肉原价860元，不过展场特价675块钱。出菜好看的熏鸡腿礼盒也从750元降到570元。腊肉因为在年节的时候，在你的年菜上面有一个肉，有一个鸡腿，其实就是会有一个丰足的感觉。那米呢？每次就是这个健康，然后还有这个满足的这个平安，好，这个部分就会让消费者很喜欢送这样的东西。来，纯低基金现场免费试喝，现场免费试喝。由店家跟阿萨利一瓶300元的低基金免费开给现场民众试喝。周末假期要拼业绩，土鸡汤、香肠和低基金一律打出9折。现在人潮这个时间点已经是昨天大概有一倍以上了，对，所以我们也是蛮乐观的，应该可以比平日在翻一倍，应该肯定没有问题的。而韩国进口饼干铜板价10元就可以入手，婆婆妈妈爱喝的野枣茶花20元就能带回家。年货展假日不止备货人潮，排福袋人潮也满满满，就是希望趁机捡好康。三秀许富杰张派台报道。